回来了。哦，阿斯，你姐、山菜同学还有你的好朋友们都在餐厅聚餐呢。他们还好意思来我家聚餐？你们跟我弟那么好，为什么不教他如何跟女生好好相处啊？庄姐，能和阿四相处的女人，除了庄姐你，还有谁啊？庄姐，别说是女生了，就算是男生，除了我们几个，也没人愿意跟他玩了。也是啦，我们全家都遗传我妈，得了一种叫做难缠、难搞、难相处的毛病。累吧，虽然捉摸不定。但是一旦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会变得很有宽容性。难怪山菜只要碰到阿四就会嘣，简直就是在跟一个炸弹谈恋爱。就让我弟吃点苦吧，有时候失恋也不是件坏事。你们猜山菜跟泪现在到底在干嘛？该干嘛干。阿四，现在哪有阿四什么事啊？干嘛？阿四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阿四，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？你们刚刚在说什么？这件事没必要瞒着他，迟早都要说的。阿四，现在山菜跟花泽类在房间里，你如果是个真男人，就应该由衷的祝福他们。我怎么好像闻到火药味啊？简直听到了引线点着的声音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没想到累这家伙还挺有一套的嘛。你们不觉得这是好事吗？太好了，阿四，你真的想开了？阿四，这就对了，你将来有可能变成一个好男人。吵死了！我和，帮我准备点吃的吧。